在中上环一带又点知得九龙城寨和李小龙的壁画呢？今次我们就同大家捐窿捐啦，走匀大街小巷的打卡位啦。部分的壁画其实是由香港艺术团体 HK Walls 在2018年邀请到多位本地和海外艺术家在这里创作的，丰富多 IG 的报价。上完壁画还可以在太平山街的小店试手工啤、炭茶和行书店。好似呢间手工啤专门店，一排排大雪柜入边放满咗超过300款唔同国家酿制嘅冻啤。就连蕉子都得意过人啦！中意饮新鲜嘅就梗系要试下本地出品嘅山啤啦。品牌由少爷啤酒厂、门神、型果酿、大围啤都有，每隔一至两个礼拜就会换新口味噶啦。附近仲有专饮日本绿茶嘅日式茶吧。行前两步仲有超人气嘅健身书店，店内特别设有阅读空间，等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咁嚟打书钉。